啊，黄龙要死，聪哥要死了，啊，没了。哇，我要重用了，我的天，没存到档。虽然说完在里面就是了，好，真可怕。我明明看到九桃的。傻眼！啊！我错起来，你声音怎么突然变那么大？好恐怖哦！不知道。好，没事没事，你继续讲，我调就好。被两只群殴扛不住。对啊，巨魔之地不会有鱼龙种，真的假的？除啊，非对哦，熔岩地形跟雪地出来啊。也是哦。那可是，也是，至少要把红哥给戳死，用几用枪？哦不，这样子我的居然买是买买买，熔红岩，哥住手！居然吗？我已经玩魔物玩10天了哎、欸。你各位过来啊！哇！宕好，机没十。关系，只是开台我那个数据要重用版而已。黑熊在干嘛？还想吼？直播宕机，气死！哦，这好像够猛哎、欸！啊，调装备，我各防位。线，我还要被好击退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些都没有昏厥耐性哎、欸，傻眼！不是昏厥耐性的、啊，减轻胆怯。哦，麻痹有、哦。哇，好爽没、欸？嗯，有啊。哦，白塞第二页哦，更变装备。这么硬的吗？没得耐冲，防阴龙好龙好，
哦，对不起，我累了。安安，刚刚直播断掉，那一冲。这套没有办法哎，好硬哦。跟变装备。你还在打、喔？对，还在打。反正剩黑轰了，结石。啊不，轰哥不要再活了。奶冲奶冲奶冲！更变装备。晚上好。啊啊！抓起来，还有六次。不知道我要还要多久才把它干掉。因为我有陷阱，不早讲。我现在吗？好，我来整理这个。PC PC， 我是 PC。对啊，如果是 PS4 的话，应该神装了吧？管理调查任务啊，清任务喽！耶！打完了。被猴死了。哦。真是金龙！他一直吼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攻击他。哦。雷二，阴火，蒙牛，巨龙，妖，金人武士间。雷二，再撞一次，四人三人倒下，拜拜，临走，我屠杀，
大 combo。终于有鲤鱼龙了！哇！五杀害，还是几次啊？灵咒、凶爪、鼓槌、灵咒、麒麟，呜、哦！两个人不能打、哦，哇哦！雷狼，看隔壁，哦，没了。驯龙不能打，拜拜。好了，清光了，好多任务哦。管理调查任务，报酬金目标环境达成条件，环境目标一 rank。我操！哦，还有三次。还是说？没有动到，喂食，喂，来来来，夹，来小鱼吃饭哦，来来来，好吃哦，我们换一下好了。哦，鸟停久了很吵哎，换一下。生物 ，Yes、yeah, 啦！英雄王硬币，嗯，好了，还要打吗？还是不用了？要、啊，还差一个。所以你还是用冲枪，不用斩击。对，斩击很容易死、啊，我觉得对黑红来说。好，我实在有点。过去吗？帮你能接吗？对啊，接啦。我来了。
大小？黑红啊。斗技场的、啊。斗技场的，不是那个的。他要打工会装。黑人八点啊，八点你们再去玩啊，我八点要跟另外一边的打。选到片手了，嗯，好，应该是可以。我什么、啊？回避？我要决定把现金流给黑吼。第一种闪光弹一发，地洞陷阱，好。嗯、我除了补血补药之外，就只有地洞而已啊。还有一个不动一中人。那不要乱啊！起飞！等一下，我怎么攻击啊？好呀、哦！还会撞一次，先喝个水。不行的啊！对啊，你刚不撞，来不及啊！我想说，你刚喝水，好啦，不要死也好。还是在追你、啊。好，下来。哎、欸，没中、喔。怎么会觉得会中？我在那边。Oh my god！ 龙翔，要留有吗？之后不会再出了吗？还会啊！啊，对啊，你要留一起出是不是？好、啊，也可以啊。别错了。那还问？可恶！习惯性问一下，不可以撞了。哎、啊，又生气了，在软化。屁嘞，撞几次？不要。嗯。
干嘛？尖锐石。哦，尖锐石好像奇怪。黑红来了，对啦，就是这招啦，机车。招真的被实验。真的。两只一起挨啦。我看到轰隆骷髅了，怎么现在才看到？昨天都没看到。再挨一次。不行，我掌握要。都是你要放陷阱吗？这个先放放。我放我放。压吧。好。我要我要我要你打你打。我死不是就快。笑屁呀、啊！感觉是要零。我靠呀！好。快死了啊！啊！我要去了，我们现在是用谁刀？是的，是的黑红了，就把人知道。屁嘞！然后放陷阱。嗯。OK， 走。啊？这样。他没有开红。哎、欸，
集中枪。好 ，Go， 要先做完再集中吗？嗯，看你啊，我没有不动一样。我有啊，那你先穿啊。大家戳一下。他可以不要。好痛好痛痛啊，你的心情呢？等一下等一下，好，你等等等等等等你他死了，接着死直接戳死。哦，我去尿尿。英雄玩，轰隆硬币，拿到两个轰隆硬币，差一点进 A。对啊，我有金叹号了。嗯，什么金叹号？不知道。啊哦，他给我一个养动耳饰，精英养动耳朵的，防具。我有金。我来看看效果是什么好了。我记得那个好像是吸引魔物吧，没错，没错，一直戳的话就可以吸引到魔物了。什么东西？阳光攻击。可是它外表还不错看。技能资讯，攻击时更能吸引魔物的注意。哦，打贝西用的。可是它贝西。我的防具。好了，还要打啥、欸？我看一下。我再先做一下这些。嗯。工会套装看起来不错。嗯嗯嗯嗯嗯。哇，好看哦！工会套装，有点太臃肿感觉。监视灭尽龙，参加条件100以上。哎呦， yeah. 他们不用打了，直接不用打。嗯。
化瓷区二。区，哎呦，咱们的土拨鼠在干嘛？皇帝六等呢，土拨鼠。他可能是要打萤火还是警火来着？我冒着死掉的危险开麦。来来来。啊！啊！我来了。心态不太妙。你不孤单，我来了。我大毅力发动了。水哦。晕掉了。好了，我要猫了。好了，猫掉了。我在打那个黑角，在那个我叫出来的，在那个。对。哦，黑角。我看看能不能把那个金火龙刷出来。打出来吗？对。打出来。我要刷金火。正在努力中。金火也需要哦，你是要刷太刀是不是？对，那你给我好好加油。你也要，我也要金火。我想说那时候什么金火太，金火太是什么啊？不就金阳的火太刀不能生不是吗？然后来金火太，然后之后想想哦，金火龙，金火龙太刀。哦，算了，我进来帮你吃个猫的生物调查。吸引仇恨好手，我也来了，打死他！因为我下面上面刚好刚刚跳出一个飞龙总进度，嗯，缴了这个跑完，说不定有机会是坏坏的东西，所以就找几条龙来打一打看，嗯，就打一打，有机会跑出来。不过你刚才破坏部位的时候有跑出来吗？就是有破坏部位之后，他就跑两个进度了。目前啊，他跑出什么？跑目前跑两个进度。哦，可能还要再过火吧，或者是啥？他要五个进度。然后这段进度嘛，也不一定是金火龙，就是。对、啊，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嗯、不会啦。哇，还有什么是飞龙种？还有那么多的，对吧？大一种，他给你个黑角龙，但是黑角龙也有可能啦。对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是换重弩好了，我怕。你可以让他晕哦。对，我算啦，我用重弩。可以吧？转，哎呦、啊，哎呦，很会呢，还可以再试，没了，红了，机会没了，你该麻了，你该麻了，你该麻了，麻了，吃个迷药，一个一装，我复活了。来啦！就是有点凶，不是有点凶的，你好吗？凶啊、哦！就是有点凶。我录不到。黑角本来就比较凶了，他又是力战的。在我心目中，他就是等同于第二。好啦好啦，硬爬麦讲你啦，是啊。